电竞之王征服 LOL 的旅程。第一章，冒险的开始。在中国电竞的热潮中，一位年轻的少年名叫张亮，对于 LOL 这款游戏情有独钟。他将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游戏中，对于英雄技能、地图布局、对局分析等方面有着深刻的理解，被众人誉为 LOL 分析大师。张亮的目标很简单，就是成为 LOL 的最强玩家。他在游戏中奋力拼搏，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站在世界的巅峰，成为真正的电竞之王。第二章，遭遇挑战。然而，张亮的征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在他的游戏生涯中，遇到了无数的挑战和困难。有时是遇到了技术更强的对手，有时是因为战术布局的失误，甚至还有因为队友的操作不当而导致的失利。但张亮从来没有放弃过，每一次失利都是他成长的机会。他不断地反思自己的游戏方式，不断地学习和进步，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他愿意付出一切。第三章，逐梦之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张亮的实力逐渐得到了提升。他加入了一支名为帝国战队的战队，与队友们一起参加各种比赛，奋战在电竞的战场上。在比赛中，张亮展现了非凡的技术和出色的领导能力，带领着战队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。他的名字在电竞界中逐渐传开，成为众人口中的传奇人物。第四章，最终的挑战。最终，张亮和他的战队来到了 LOL 世界冠军赛的决赛场地。在这个舞台上，他们将要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，争夺 LOL 之王的宝座。比赛开始了，场上的局势十分激烈，双方你来我往，互不相让。在关键时刻，张亮展现出了超凡的技术和冷静的领导力，率领着战队一步步拉开了与对手的差距。最终，当比赛结束的那一刻，帝国战队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了胜利，成为了 LOL 世界冠军。而张亮也在这一刻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梦想，成为了真正的电竞之王。电竞之王征服 LOL 的旅程，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追逐梦想的故事。他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，征服了 LOL 的世界，成为了众人敬仰的偶像。这是一个关于青春、热血和梦想的故事，激励着魔术年轻人追逐自己的梦想，不断向前。